外焦肉嫩的烤鸡腿煎制期一样可以享用。枇杷腿煎制期就去皮处理，还记得方法吗？用厨房纸一拽就好了哦。放在一张锡纸上，撒点蒜片，撒点盐和黑胡椒，按摩均匀，再铺一张锡纸，两张锡纸包好封边，进入烤箱，上下火220度烤30分钟。这时候鸡腿基本已经焖熟了，很香的蒜香味。把鸡腿放在烤盘上，周围放上口蘑、小番茄和一整头蒜，喷点橄榄油，蔬菜上撒点黑胡椒和盐，再次进入烤箱，上火23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5分钟，表皮烤出焦褐色，蔬菜烤熟烤软就好啦。简单健康，野马厨房。